你别再对我这么好了，我已经很对不起你了。你对我越好，我越内疚。你说什么呢？你哪有对不起我？都是我自愿的。就当是我上辈子欠你的好了。但是刘丽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好好的，别再错下去了。博雅，从小他们都夸我，说我又聪明又漂亮，可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一点都不聪明。你知道我费了多少劲才考上那个大学，如果没有你的帮忙，我也不能那么容易上研究生，那么容易就毕业。可真的直到毕业才知道，一个女人在社会上有多难，不是你努力就行的。有多少人他没有我努力，他没有我的学历，可他们都过得比我好。物质就真的这么重要吗？不重要吗？难道你想跟我结婚之后还挤在这个房间里，我们俩拼死拼命早出晚归，一个月都买不起一个包？博雅，我有能力让自己过得更好，我为什么让自己这么辛苦啊？所以不管我对你有多好，你还是会去追寻自己的生活，是吗？你对我好，你真的对我好吗？可是你对我的好并不是我想要的好。你想要什么你可以告诉我，我什么都可以为你去做。如果你真的对我好，你应该……我应该做什么？你应该帮我。帮你什么？你说，我什么都愿意，我什么都愿意。你把贺锦熙约出来，然后你把他迷晕，帮我拍一些照片给顾西城看。你要绑架他？我不是绑架他，我就是想让他，想让他那些照片让顾西城看到，以为他出轨了。你的意思是让我充当他出轨的对象？刘丽，现在骗他，骗得怎么这么卑鄙？我卑鄙？我怎么卑鄙了？是你说爱我，说你要帮我的。现在好啊，你反悔了，反而怪我。行，你走吧，你滚，你滚。